靠康水镇文化活动今年7月16日就被老来展开。主办单位靠万成业标表示，今年活动拄到170周年，特别扩大九等活动时间，为鼓励老的车艺就开始展开。扩大的部分就是在道教方面次数就开始开坛了一共做了5天，跟佛教是一样的，都是次数开始做往后。我们每时今年是170到180，也是比较今年这样 的活动到190、200都是这样。那么明年我们就恢复以前的普通的这样的祭典。和原本3天活动扩大到5天，加出2天发挥，唔那要延续康水镇文化，也要为最近台湾火烧灾人祈福。也有关系啦，因为好像最近的不应该发生的。也发生了，所以很多我们也趁这个机会来一个法会超度了，这让大家有一个心理上一个比较安心的。随着活动将要进行靠办成业标促进工作，已经准备完成。文化祭典一定要用的水准，这几天也拢已经团好势。头2个月前开始念啊，让咱算这百姓来给咱买啦。哦，圣公来还的就对了。今年的水上寺量比往年多很多了，在我们的存放的地方放容纳不下，我们还到社区借那个移民活动中心放，所以我们今年社区民众要拿水状的话，要分2个地方来拿水状。今年一度靠康水镇纪念先人超度祈福，是婚姻重要的文化资产，也是地方年度盛事。现在5天康水镇活动将要开始进行，是真值得期待。记者李克山差不多。